Nick 哥今天做一个法式小凉菜，龙虾沙律。做菜前先洗手，干净又卫生。龙虾给它果断的头上来一击，快速的丢到滚水里煮熟。这是高级的龙虾处理方法，也叫做 EGM。哥用的水龙头是科勒玛亚科家用感应龙头，我们洗净彩椒，随意切一下，用一些橄榄油温柔地煮出彩椒的甜味。与此同时，土豆切丁，盐水里洗个澡，蛋黄酱、黄芥末、无糖酸奶，煎彩椒的油和柠檬，这样就可以让沙拉酱更加丰富一点。科勒玛亚科的无触碰感应设计，避免了反复开关龙头而沾上细菌，这样才能让我做到真正的 no finger no flavor。龙虾土豆加上沙拉酱和欧芹搅拌均匀，沙拉菜我用高品质的特级初榨橄榄油、柠檬汁和海盐调味，米其林大厨用手直接装盘，可以直接感受到食材的最佳状态， AK 高品质的手感，感应龙头在你有手感的同时可以保证卫生，最后鱼子酱收尾搞定。有了科勒的感应龙头，做这些生食菜真的可以干净又卫生，彻底杜绝了开关上的细菌沾到食物。